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到家了啊。我们家就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套房子在卖啊。我要不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卖房子的一个状态吧，什么样的？好了，朋友们，就是这里这一片啊，它这里有三栋啊，三户人家，就是这一块下面一个房间，上面是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这个布局跟我们现在住的那边类似。这个就是一个后院。比较小的一个后院，有上面楼梯可以从这边进去，这个布局跟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差不多呀。对，给大家里面去看一下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是楼下的一个厨房吧，对吧？开放式的厨房。然后这是一个小的储物间，这个楼下的一个客厅啊，然后这里面还有房间。这里面还有个房间，老婆，这边也有个房间。对，然后这个楼地下室的一个客厅，然后这里楼下还有一个卧室啊，然后这个卧室呢带里面还带一个卫生间啊，这个可以独立出租，到这也可以。楼下两个房间，一客厅，一个厨房，对吧？可以的。这个可以做用来出租，楼下可以用来出租啊。这样下面最起码一个两房一厅，最起码这里的话400到500，你看你家具有没有？你家具没有的话会便宜，有家具的话会贵一点。他们这个院子算比较小的啊，就这一块啊，然后就是后院这一块啊。好了，我们带朋友们去上面看一下。好了，楼上大家来看一下啊，楼上这里是一个要拖鞋啊，这里也是一个客厅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也是一个客厅，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餐厅，这里还有一个厨房，老婆，他这里还有厨房。这也是个厨房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洗衣房，这里是洗衣房，对，两套，所以给大家看，它是楼上楼下两个卫生间，好了，就去里面房间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进来，左手边这是一个书房，这里是一个书房，也可以到一个卧室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主卧室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一个卫生间啊，楼上也是两房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厨房，楼上也是一个卫生间，两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看好了，回来了。这个房子呢，就是上下两层，楼下呢可以单独出租，楼上呢你也可以自己住，就楼下两个房间，一个卫生间。一个厨房，一个客厅，楼上呢也是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是楼下布置的更合理一点。但是知道吗？多少价格？刚才我老婆问了一下，这个价格呢是125万纽币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价格买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还是贵了。为什么？还要拍卖是吧？还要拍，这是估计起拍价。我估计这套房子比较难卖得出去啊。因为第一个地势不是特别好，第二个它地也不是特别大，然后呢价格呢125万也确实不便宜啊。相对来说总共四个房间嘛，其实可以住两户人家啊。现在今年听说奥克莱的房地产价格也在下跌，目前这个价格我估计很难卖。为什么上个礼拜就已经挂在那里有竖牌的？本来上个礼拜我们现在过去看看，后来下雨了没过去，今天一看又开放了，所以我跟我老婆买好东西过来去看一下啊，所以说给大家也了解一下奥克莱现在的一个房价的一个行情，或者房子里面的一些布局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